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哎呀，我现在给自己准备一点物资吧，我要搞点吃的，这样不行。这个是什么东西？谁的？小太阳的。哎呀，全是小太阳。插头，这是什么东西？什么 DJ 老头？广西容县家乡饼家，我不敢吃。我搞点这个，看一下，现在好难受。今天是这么多天以来第二难受的，因为第一难受的那一天已经熬过去了。大家不知道，第一天那天真的是命都要丢了，你知道吗？晚上睡觉是怎么睡的？晚上睡觉是，1个小时醒一次，不断的做噩梦，哎呦，又难受。川哥寄来的橙子，我给他搞一点去那边工作室去吃。哎你哪天上课去啊？哪天上课去啊？走，去那边工作室。哎，等下橙子来嘛？你哪里啊，哥？哎，吃水果吗？等一下，吃不吃？把它放在桌子上面。来。哎呦，我的个天呐！隔离点，我现在转阴了哈，现在有点感冒，然后宝妈今天也开始不舒服，然后她自己隔离在楼上，她自己一个人在楼上，小孩晚上跟我在这里，现在很特别容易感冒，怕他们两个感冒，所以空调一直开着暖气。哎呦，哦。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经历，这个经历可不一样，绝对不一般。哎呀，第一天的时候，我看一下那个晚上，衣服换了3、4套，被子全部都湿透了。然后就是，反正很难熬，很难熬，很难熬，头痛，一阵阵的痛，一阵阵的痛。哎呦，12号，我们应该12号就我们已经开始有一点症状了，但是没那么厉害。到回来的时候，第二天，我本来还说去清吧开播的，哇！一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开始不舒服，我开始还以为是自己没休息好。我的天，原来不是。后来我就自己回来这里来了，小孩就跟爸妈。也没有接触，然后我做的核酸检了出来是阴性了，我还搞了那个，明天再测一下。现在小孩不能让他感染这个东西，就是感冒发烧也受不了，真的哇！现在到了什么程度？现在是到了感冒重感冒的程度，发烧已经过了，那叫一个难受。怎么讲呢？关节痛。头痛、腰酸，最重要的一点是，24小时不吃东西不觉得饿，这才是最恐怖的，一点都不觉得饿，而且也吃不下。24小时就发作的24小时，他不饿你说他饿吃不下，他又不饿，又不那个，这搞不懂。反正这种状态，每个人状态可能都不一样，我算是怕了。现在不出门，我这里，我把铺，我自己睡在这里，那边，现在有姑他们，我给他们铺另一张，今天晚上他们跟我睡，这里就把他们弄成电影模式，哎，这工作室是随时可以改的，反正这几天播不了，我现在讲话这个声音，昨天是最难受的，昨天讲话的声音是最难受的，哑的、咳的、干的，昨天喝了好多水，
不停的吃橙子来补，还好，船哥寄了好多这个橙子，他起码给我寄了五六箱，很多，最近啊，很多人都要保重一下身体，就是普通的感冒这种天也受不了，都会让人觉得，普通的感冒发烧都让人觉得很那个，这个，真的，小孩老人的，千万不要有，这个冬天，特别现在又冷，哎呀。你看我现在把这里弄成这个样子，变成一个电影模式。刚刚给宝妈送吃的下去，把两个果给两个小的吃。喂喂，哥哥。是吗？来，弟弟，这个甜好甜，这个来，在这里吃，爸拿纸巾给你们，好甜的，我拿纸巾给你们，来，一人一张纸巾，来，好甜，乱讲，不要乱丢啊。你也拿个纸巾，滴水了就要擦，打你。甜不甜？嗯，嗯。哎呀，你个共死虫！又不是拿你爹。快点先吃，你不吃，等下爸爸不给你吃了吗？这样子了，吃完再上去，不要手脏脏的。拿纸巾，哥哥，吃完先啊。哎，我离你们远一点。今晚上都是阿婆帮他们洗澡的，他叫他跟他婆睡，两个都不愿意跟他婆睡，今晚上就只能跟我睡。家人们注意防护啊，反正这几天我也不开播，开不了，都很虚弱的。然后那个我就在家里面陪陪小孩吧，照顾一下他们。别的都不管，我去参搞活动之前，我跟宝妈说，等我搞完活动回来，我就休息。好了，这下果然是要休息，不休息也要休息。等咱们都好完了，跟大家分享吧，好吧？谢谢大家支持，你们也保重身体啊！谢谢大家的关心，加油，越来越好。尿片，拿了裤子，又忘了拿个尿垫，我现在给他先换一下，说不出人，看这两个，哎，换裤子，换尿片。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把它别在你的发梢，捧在我心上，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如果有一天心失去了远方，摘一朵花瓣做翅膀，迎
着风飞扬。如果有一天懂了忧伤，想着他就会有好梦一场。遥遥的天之涯，萱草花开放，每一朵可是我。我等着你回家的路上，好像我从不曾离开你的身旁。两个孩子千万不能有。9点多钟哄孩子睡，嘿，自己哄睡着，12点钟醒，然后就睡着。这感冒真的是，我现在今晚上拉肚子拉得我冒烟，什么症状都来了。熬过先再说吧。你两个，你和慧慧真会享受啊，压着哥哥睡。这两个睡醒了，应该是7点钟啊，你们两个就醒了。看一下，7点半醒，昨晚都9点多钟，10点不到睡的。哎，醒了就要开始看电影。我说晚上我把这里变成电影院，你们就过来这里跟爸爸睡，嗯，然后我就把这里弄成电影院。好了，接下来了。昨天晚上9点多钟哄他们睡，然后我自己也睡着，但是我10点钟睡着吧，11、12，我睡1点钟我就醒了，质量特别差。我给他们泡点那个牛奶喝一下去，先泡点东西给他们喝，等下带他们吃点早餐。来说早上好，爸爸给你们泡牛奶好不好？等一下再带你们吃早餐好吗？来你看电视啊。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想你们在家里不？等我吧，爸爸去买早餐回来啊。爸爸煮面条给你们吃吗？我去买点菜回来，煮点早餐给他们吃吧。长大了才看，两个家伙在这里看电视，他们两个不会乱动东西，挺好吃。行，我肯定出去买个菜。太阳出来了，今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吧。摘朵花瓣做翅膀，迎着风飞扬。买菜。
有一天懂了那种男的高的高的亮度的聚早餐房聚干六点我一锤我一锤我一锤没有啊今天我都没得空气了买了瘦肉青菜西红柿煮面条我去了没开门妹妹超市刚才没开门妹妹超市没开门妹妹超市在家里开门爸爸试一下看看他又没有门好不好吃他又没有门好不好吃爸爸吃一口好不好好香啊牛奶味的牛奶味给哥哥吃一个啊爸爸去煮面条了吧来哥哥过来来吃完先下来你比较吃啊下来我把这些西红柿煮了鸡蛋洗好切好下面条好了面条煮好了喂两个娃去好大一盆来啊哎呀来吃一下爸爸给你开火腿汤快点先吃吃面面哥哥哎，爸爸把它移到这里来火腿汤放在这好那我放啊吃面了不嗯好吃哇灰灰好乖不烫了我去拿小碗来给你们啊你吃得完没我的好大一碗是吗嗯你怕的吃不完不怕不怕好吃吗爸爸煮的面好吃吗快点吃不要玩拿完筷子吃完先啊给妈妈也打了一碗现在到咱们吃饭了啊嗯加油搞定吃饱了他们三都吃饱了我也吃饱了我要去拿这个下去给丈母娘要烧了水我要把这里面的卫生得搞一个这两个牛哎呦把里面搞得乱七八糟我到现在我困得要死等一下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先里面还有一堆要忙的我先去干活去了哎呀回头再跟大家分享愿你余生两人永相伴不悲却又欢愿你情有所依不孤单烦恼都短暂愿你匆忙就不能放慢不忘回头看生尽心无遗憾万事哎呀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这两头牛现在在这里阿婆也感冒了两头牛又被赶过来跟我睡了现在又在这里了现在带他们搞一下卫生对给他们两个搞得乱七八糟的你看这里哎呦穿鞋子起来先快点一二三自己的鞋子在哪里又不是在那边来准备好捡垃圾了不拿袋子捡垃圾快点这个是谁丢在这里的又是灰灰是吧做坏做坏事都是灰灰是吗灰灰的灰灰来我们一起搞卫生好不好做个勤快的乖宝宝不我上手嗯来哥哥你帮我开袋子来你帮忙开袋子过来嗯然后捡起来爸爸捡起来放你弟弟你捡好吗啊你来捡我来捡呢、啊我来拿好来弟弟看到不哥哥开始捡垃圾放进来了不哦看看哪里还要
哦，放进来哈。小丽。爸爸，我来。你把我的踩断了是吗？对不起，爸爸。没事。有垃圾才能清，懂吗？来，来。泼水来庆祝，一、二。给你啊。我也可以。啊。请帮忙女人。快抓到这个丸子。这个好了，法兰索瓦，这次跳水我们赢。你们是团队，所以一起得到奖牌。好，看你，看你们。哎，今天晚上。还是跟我吧，我还是带他们俩吧。哎呀，再看一下这两个牛今天晚上几点睡。这个家伙老是拿草莓过来给我吃，我买给他的。他说爸爸我爱你。脱一下口罩太舒服了。还是戴上吧，我一脱口罩，你们全部戴起来。搞卫生，这一边搞卫生，那一边，不然搞了个新冠，我瘦了没有？很准吗？佳佳上去有120斤。怎么可能？120斤，你不得280？两个。嗯，差不多。嗯，外边搞卫生，这一边看小孩。这一段时间，讲话也难受，播也播不了，哎，啥也干不了，现在只能干扛啊！现在就是干扛的日子，哎。放哪里？嗯，你个小坏蛋，去床上去。嗯，找个小草莓吃一下。是个大草莓吗？你们？去拿。哦，停电了。爸爸。爸爸在，等一下。嗯，不怕，爸爸在啊。嗯嗯嗯。他一开始怎么？嗯嗯。等一下啊，爸爸看，爸爸开个灯啊。嗯，好，爸爸放灯在这里，躺到床上睡下去，快点。嗯，听到没有？行，躺床上睡觉啊。爸爸去开电啊。嗯，好。刚才停电把我灰灰吓一跳是吗？一、二、三、四。嗯。嗯，哥，哥，哪个是哥哥的？哥哥，爸爸，爸爸，哥哥，爸爸，哇，嗯，嗯，睡觉，一、二、三，睡好自己的位置。啊，关灯了啊。爸爸关上去买鸡翅。嗯，起床就有鸡翅吃了啊。嗯。好了，睡觉了啊。走吧，亲爱的朋友。谁还伸手起来的？是谁？睡觉，宝贝，晚安哈。醒了，弟弟也醒了，来去那边去换衣服，走，爸爸帮你们换衣服啊。哎呀，小家伙乖不乖？是不是想吃鸡腿呀？
啊？我都要几次？啊？几次？几次啊？那个放的，那个饮料放了好多天的吧？嗯，那个饮料不能喝了吧？啊？走，先换衣服来喽。听到没有？你们两个在家里吃吧。爸爸去买菜了不？爸爸去买菜做饭给你跟妈妈吃好吗？一人一瓶不？那个。是我的。啊啊，一人一瓶啊。哎呀，哎，香不香？你怎么还不买？啊？你怎么还不买？买菜啊？嗯。嗯，好。香吗，哥哥？爸爸说起床就有鸡腿吃了，是不是啊？没骗你吧？是晚上要早点睡啊。嗯嗯。明天起床想吃什么？嗯，鸡腿。鸡腿啊？嗯。明天还要吃鸡腿啊？嗯，吃大鸡腿。哎呦，吃大鸡腿啊！哦。好。但是我吃大鸡腿，全部都吃完了。是吗？嗯嗯。好。我把骨头都没吃。嗯。我把肉都全部吃完，那么大个鸡肉我都吃完了。嗯，好，不要乱丢骨头好吗？嗯嗯，吃完了丢垃圾桶去吧，拿骨头啊，拿纸巾擦手啊，爸爸拿纸巾过来给你啊。嗯。嗯。不浪费。嗯，好。一大早，现在起来，嗯，放个动画片。这两个家伙，啊，爸爸去买菜了吧？啊，嗯，拜。买菜又到市场买菜。哎呀，今天买了粉，不煮面条，买了猪肝瘦肉，买了粉，买了包子，现在回去做给他们吃。哎呦，今天可以给小孩洗一下脸先，那个。小表弟煮那个早餐，让他煮一下那个粉。我今天拿毛巾下来，帮两个小家伙洗脸。嗯，好，爸爸帮你们洗脸啊。嗯，还有点烫。谁不吃完，今天什么都不给吃了，也不给喝了。快点。吃不下。是，吃零食就吃得下。快点吃弄弄。还吃这么多？哪里多？嗯，青菜有点多。不多，不要啰嗦，快点吃，吃个饭你。是土豆吧？菜。不是土豆。吃菜。你菜。你跟他说不浪费。嗯，不能浪费啊。他说不浪费，就是。嗯。快吃。嗯，那两个牛啊。吃东西要压着，爸爸也端粉过来，等下我过来看到你们两个不吃我就打。嗯，我要吃早餐了，刚给爸妈打了一份上去。嗯，喝完药没有？喝完药没有？快点，喝个药那么慢，喝完了。家伙有点小感冒。嗯，这个喝药有点乖。还有没有？喝完了。好了啊，要休息了不？喝完不？好吗？好不好？来休息休息啊。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先。有大的在吃香蕉，小的有一点小感冒，然后喝了一点那个棉花。现在我不敢让他们俩出去，出去外面好冷，我开的空调在这里。那先洗下杯子先，现在一天天的就只能这样子。希望都没事吧，啊，好，谢谢大家支持，谢谢。下期再见，拜拜。